三个人凑在一起，我们要谢谢一周刊的副总编，因为他曾经封我们为歌坛三首。洪家慧合体林凡周会，只有他胜三丑。洪家慧好有气度，有没有？24号举办新书发表会，就闺蜜们站台。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，除了林心凌比我们漂亮以外，还有谁？就丑丑丑加在一起之后等于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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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这话题聊下去可能有点悲伤。嘿呀，卖书卖书，这本书有洪家慧的感情史。我看着姐夫走进来的时候，我眼泪就溃堤了。今天的心情也是一样，想说话又不想说话，不想出去。为什么比较漂亮，我还比较出去？娱乐动新闻，眼睛也脏中报道。